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Daniel， 海外营销大 V 都在布局数字资产，你知道为何吗？而数字资产是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只要拿起电脑就可以实时查看你的网站情况，在线安排写手进行工作，或者让管理数字资产的人提交数据报告等。维护良好的数字资产可能不需要建立特殊的业务基础设施来维持其形状和或增长。此外，当你选择合适的资产来投资时，你的时间就不会直接和你的收入挂钩了。让我想起了李笑来说的那句话，你不必再为生活必须而出卖自己的时间。之前 Daniel 一直在教大家如何去打造数字资产，比如开 Affiliate 直播课，通过外贸孵化班去构建属于自己的数字资产，这些都是从零至一的过程，而投资数字资产是从一至十甚至是一百的过程。工具类的 Affiliate 类的站点是后续可以交易的， B2B 企业型网站一般卖的就比较少。早期我刚创业的时候，指导一个客户做 SEO， 帮他做好一个 B2B 网站，后来他按照我的步骤把排名做起来了，由于他是个人不是工厂，询盘很难谈下来，后面20万把网站卖给了一家工厂，而当时在我这边就是投资了12000而已。另外一个新加坡朋友做的 Affiliate 站点网站自己搭建的，运营了2年，当时和我说每个月大概有5000美金的收入，为了更快的获取现金流，他把网站以70000多美金的价格卖掉了。其实这些都是数字资产交易的雏形。我的猜想，未来数字资产会变得流行，而对应的会衍生出来一些数字资产管理公司，有点类似现在的资产管理公司一样。而区别的不同在于，这些数字资产管理公司都由代运营等公司升级演变过来的。作为提升数字资产的价值，自然搜索流量变成了核心的流量，而 SEO 的价值应该会被再度重视起来。外界的扰动因素， 5G 普及后，视频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网站的使用率。当用户可以通过视频了解内容的时候，一般不会去看文案，网站后续需要融入更多关于视频方面的内容，才能让数字资产的价值得到保值。现在已经有数字资产的交易平台了，比如 Empire Flippers、 Flipper 等等，现在都是以 Affiliate 网站交易为主，以后可能覆盖面就会更广泛了。这个还真的不算是完全空想，毕竟 Digital Asset Management 这个词 CPC 已经去到38美金了。当然，这篇文章仅仅是给大家一个知识科普，不是营销行业的人也不太建议贸然去投资。你是怎么看到数字资产这个概念的？